哎呀，那我去。哎，陈峰。哎呀，干嘛，小丽？能不能进去帮我一个忙啊？哎呀，我要去买菜啊。哎呀，不要去买菜，真的，我很着急啊，十万火急啊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就是，我那个房间那个床啊，床板断了。哎呀，床板断了？是啊，能不能帮我修一下？哎，是不是昨天晚上加班太厉害了？哎呀，哪里？是被那个老鼠啊咬断的。老鼠咬断了？啊，有没有这么大的老鼠啊？真的，那个老鼠很大的，不信你进去看一下。哎呀，我还不好意思去听说。那你带我进去看一下吧。哎，快点，快点。哎，真的，我带你进去看一下。在房间里啊？在房间里面啊。那我进去看过去。看吧。还不相信，真的是。哎，怎么样？哎呀，还真的是啊，床板都断成那个样了。对了嘛，所以说才叫你来修的嘛。哎呀，其实我也不想让你来修，就是我那个老公啊，昨天晚上接了一个电话，哎呀，人家着急叫他去干活，他就去广东了，所以刚好看见你就叫你来。就这样啊？啊，难怪你们叫我来修床板的话，你老公知道骂死我了。哎呀，原来他今天早上又去广东了。他不在家，我才敢叫你；他在家，我当然不用叫你了。哎呀，是不是？不过啊。要修的话，要工具的。要工具啊？是啊。要什么工具才能修？哎、我刚才看过了，都烂成那样了，肯定修了要锤子啊，要铁钉，是不是？哦，说的也是，没有工具哪里修得好？对呀、啊。那什么时候有空来？哎呀，是啊，你要真修，我还要去买那个铁钉啊，那锤子我自有，是不是？动，哎呀，不能让你吃亏，买那个钉。还有那个什么，要买什么你就拿钱去。哎呀，给你1000块。哎呀，不用这么多，你看。哎呀，你给这么多钱，我也不好意思要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给1000块我的话，可以买总得买一张床了，是不是？这样吧，500。还有啊，我家里面那个，还有那个大老鼠啊，能不能帮我买一个那个笼子？帮我撞了它，就这样啊！啊！哎呀，我看那个床板也不像是老鼠咬的，不像老鼠咬的。哎呀，肯定是压到怎么重力了断了那样。哎呀，真的是有老鼠咬了。反正晚上的叽叽喳喳的叫，那老鼠还是挺大的。哎呀，这样不行了，那我就要200块钱买那个铁钉这样的，那个锤子我自己咬，我自己拿过来就行了。就这样。都不好意思，还让你白帮忙啊！哎呀，没工钱也要啊！哎呀，不过你说要捉老鼠是不是？啊！哎呀，那个，哎呀，捉老鼠可能是白天就捉不到了。那什么时候能捉得到？哎呀，干脆这样吧。哎呀，你看，反正床板要修，也要捉老鼠是不是？嗯。哎呀，大白天也不好捉是不是？哎呀，干脆到晚上12点我再过来。晚上12点？是啊。也是哦，老鼠晚上才出来。哎呀，就是太狡猾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如果白天来抓不到，那不是白忙活了吗？不是，那这样吧，你去买好工具，晚上12点你准时过来，我在家开好灯等你。哎呀，不过啊，晚上12点过来捉的话，你看都了大半夜了，到时候我过来是可以，到时候我不敢回去啊。不敢回去啊？是啊。这不容易吗？不敢回去，你就在这里住一个晚上就行了吗？在这里住啊？是啊。哎呀，你家还有多余的房间呢、啊？有啊，那边有一个。哎、那边。啊，是啊，很近的，跟我这里。哎呀，那行吧，那晚上12点我准时过来。啊，到时候你饿的话，带点宵夜过来。哎呀，我顺便买好钉子，拿好工具，顺便也拿几个那个铁笼过来，把那个老鼠也抓了。好的、哎，那行吧，我现在就去买工具。晚上我煮宵夜给你吃算了。那行，我顺便去买菜。好，那你去吧。好。哎，这个李小诺真是个好人，哎，爱帮助别人，能力又强。哎，哎呀，那我去买那个钉子去了。哎呀，李诺啊，你刚刚不是说害怕吗？是不是？哎呀，我想的，你也不用。12点再过来，你可以提前过来呀、啊。就这样啊？是啊，我到时候我等一下我煮饭呐、啊，煮好饭，
等你过来吃饱了，等到十二点钟我们就准时开工。哎呀，不过也是，我十二点钟过来的话，我家那里也是有一段山路了。就是啊，黑漆麻拉的，真的是有点害怕。啊，这样吧，让我九点钟就过来，早一点。对对对。哎呀，到十二点我就开工。对对对，这么好好办一点啊。哎，那我去买那工具去。啊，我先去煮饭啊。啊，你快点来哦。啊，行。